哋今日都喺 Stockport 嘅位置啦，啊，喺条主要嘅街道，就睇一间421号嘅呢间排屋咧，系一个三房嘅排屋嚟嘅。我哋睇一睇个外墙咧，就都尚算系 O K 嘅，啊，咁啊冇咩漏水嘅痕迹啊之类嗰啲啦。同埋個屋頂嗰度咧，嗱 ，chimney 個位咧，嗱呢個就係幾好嘅 example 咧，就係冇咩草啊、樹木啊嗰啲生出嚟啦，啊，所以係執得幾距離嘅，可以話係，啊，不過呢條街咧，因為佢係主要嘅幹道啦，啊，咁車咧就可以泊喺呢邊啦，但係就應該唔可以長期泊喺度嘅，啊。所以就變咗側邊位啦，啊，喺即係喺啲街嘅橫街位咧，就泊車啦。咁，亦有巴士站喺對面，咁就好方便啦。啊，都有個卡park喺呢度，不過應該個卡park就係for另外啲用途嘅。同埋有粒鋪頭喺呢度，所以尚算係幾方便嘅一個位置咧。啊，咁我哋入去就睇一睇個環境先啦，嚇，啊。咁啊，前院呢度咧就鋪咗石仔啦，就都算係好乾淨嘅，嚇，啊，垃圾桶啊嗰啲，啊。前邊咧就個前院就係咁樣啦。好，咁入去睇睇先。好，呢，這個就係個前門啦，啊。咁咧個 hallway 呢度咧都算係幾大嘅，嗱，咁就 single lock 啦，同埋個前門個 style 咧係幾靚嘅，幾新式嘅。啊，之後一路落去咧就係，是，木地板啦，啊，又有個 heater 喺呢個位置嘅，啊，木地板都係一啲幾高 quality 嘅地板啦，啊，咁如果我哋睇睇上面呢度咧，啊，就係，是，一啲傳統嘅嗰啲裝飾啦，啊，有啲上面嘅線位啦，啊，係幾靚嘅。嗱，牆身咧有少少瑕疵啦，因為之前應該擺咗啲嘢有修補，同埋有少少嘅裂痕嘅。不過呢啲就好 cosmetic 嘅嘢啦，油油就應該冇咩問題噶啦。Hi, you're right. 咁之後咧就去到廳啦，廳就好寬敞啊，好光猛啊，啊！由呢邊嘅廳啦，去到後邊呢度嘅飯廳啦，啊，都係木地板啦，牆身就全部白色油啦，啊，不過都有留意到咧，有少少咁嘅裂痕啦，啊，咁樣啊，窗台嗰啲位置咧都冇咩發毛嘅問題嘅，都係 double glazing 嘅窗門位啦，嚇，啊，blind 都係幾靚嗰啲嚇。不過我覺得呢個屋嘅擺設咧，就有啲唔係咁啱咯。個 sofa 就太大張啦，其實可以細張啲，令到間屋靚啲嘅。啊，同埋地板啦，啊呢啲，呢啲一塊呢個冇得修補噶啦，就要同埋呢度都係啦。咁啊，餐台都係好靚嘅，不過就應該唔包傢俬噶，所以我選佢係empty 嘅。都係有少少咁嘅裂痕啦，呢啲咁啊，呢邊就廚房嗱，啊，廚房呢度咧有個 store room 嘅，啊，咁啊，不過我哋唔入得去啊，咁佢封住咗嘅，啊，然之後成個廚櫃呢套嘢咧就4年到啦，佢話。啊，咁然之後地下個磚咧都係一啲比較靚嘅磚嚟嘅。嗱，啊，咁佢爐頭就冇用煤氣嘅，不過呢間屋係有煤氣嘅。咁佢 gas 係個 boiler 喺呢度嘅。啊，咁佢呢個 boiler 咧，就係，是，個 combi boiler 啦，大概4年啦。因為佢呢間屋咧就4年前就大裝修啊，全部嘢都係新嘅。所以你見到嗰啲嘢咧，全部都係4年前整嘅，咁個廚房就唔係話特別大嘅，不過就全部嘢都齊曬啦，由雪櫃位啊，同埋呢個洗衣機位啊，咁樣咯，都算係個 OK 嘅，嗱，好乾淨咯，冇咩明顯嘅問題，亦冇咩漏水。
咁我哋agent 開到個 cellar 俾我哋睇睇啦。咁我哋可以落去睇睇。這個地牢呢都好像前廳那麼大，不過可能太黑了，什麼都看不到了，有盞燈仔都擺東西挺好的，尚算 OK 的，沒什麼漏水的問題，因為通常地牢的水質就很厲害的。好，我們入去後面睇睇先。後面咧就幾靚嘅，因為佢全部成個花園做咗 decking， 去到尾都係一個 decking 嚟嘅，有幾級咁樣落咗去啦，所以其實空間咧都尚算係幾大嘅，咁後面嘅外牆咧。看到都沒什麼明顯的問題的，去水位呢都尚算是 OK， 有些舊應該那個 alarm 的 system 舊了，就不是再用了，牆跡呢其實呢你細緻留意到呢，好像這些位置呢是有些剝落的，所以那個舊樓 是有些這樣的東西，不過沒什麼青苔啊，沒什麼漏水的情況出現，所以都尚算是很乾淨的成個，後面呢有道閘是可以開的，可以去到後面那條欄巷，因為這裡就是後面的景色，都算是挺開揚的，即沒什麼東西擋住那個視線。好，上面看看。看完間屋之後呢，我們遠一點看看後巷這邊的情況啦，通常我想泊車就泊這邊啦，咁就這裡一條巷又可以泊很多車啦，後面呢就可以這樣走入去，都算是一個很乾淨的後巷啦，就是這一個黑色的機子的地方啦，這裡的，我們在後面看到屋頂的情況都沒什麼問題的，都算是不錯的位置，交通是挺方便，今天看了這麼多， Thank you。 樓梯上到去呢就是全部地氈啦，hallway 呢度都係地氈啦，都算係 OK 嘅，唔需要點樣換嘅，成間不過呢間屋呢度又有少少裂痕，所以不過呢啲舊樓咧係會有啲咁嘅嘢嘅。我哋由呢邊開始睇先啦，係個洗手間，洗手間個 size 唔錯嘅，四面都是 fully tile 啦，個浴缸是挺漂亮的，啲浴缸嚟，又有個企缸喺呢度，冇咩漏水的痕跡，都尚算 OK， 窗台位置咧都幾好，你喺出面看到那埲牆咧，之前呢個窗應該是大啲嘅，所以佢之後修補過咁樣。去到這邊呢就一間房啦，這間應該小一點的房來的，傳統來說啦，這種排屋，但是都雙人床都夠了位的，double glazing 啊，窗台位啊，都沒什麼問題，它的 plaster work 都尚算是 OK 的，這裡又是白色的設計啦，這盞燈就很靚啦，這裡又是有少少裂痕的，所以都好多啲啲 hairline 嘅裂痕啦，去到呢度咧，
就有兩間房嘅，一間就做咗衣帽間啦，其實都擺到單人床嘅，因為個櫃咧係幾大嘅呢個。佢呢間房都係咧，上邊有個 hairline 嘅裂痕，所以都有喎呢邊就到呢度啦。啊，呢度就係、是、其實形式上應該咧，本來呢度一間房啦，咁佢呢埲牆係新整嘅，啊，咁樣啊，呢度就有咗唔同嘅色調嘅有啦，啊，淺啲色嘅有。窗台位置咧都尚算 OK 嘅，冇咩明顯嘅問題，都 OK 嘅 ，condition 係唔差嘅。咁個 loft 位咧就喺呢度上邊嘅，可以上上邊。好，上邊環境就係咁樣啦。Thank you。